哎，谁吃完的变态鞋底？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我把这卫生纸给它卷得像辣条一样，咸飞不起。我去找老板娘去。花样，你这变态鞋底不能吃，给我退了吧。啊，不能吃？怎么可能呢？你赶紧给我退了吧，我还有事呢。好好好，给你退了，退了，给你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那我走了啊。是这怎么嚼不烂呀？过期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给我拿出健力宝，健力宝是吧？好嘞。